最近，因为我一直在说追佛陀的足迹，所以因缘又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菩萨们呐、啊，听到师父有这样的心愿，希望探讨现在佛陀故乡的生活，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呢？尼泊尔从教育的生活、医疗啊等等，想要去看看呐、啊。已经知道教育跟医疗很落后，病的人小病啦、啊，看不起医生，无法度去看医生啦、啊，会拖成那大病。大病呢，都是这样的，老让他就是。老了，病了，病了，残疾了，总是这样。这种生病的生态，一直恶化成为呢残疾，站不起来，走不出去，那就哪里能工作呢？恶性循环呐、啊，都是在残疾老病中呐、啊。感觉我们如何能帮助呢？尼泊尔，伊个妻啦，伊个家落啦，那当地人的生活的生态啦，就是这样嘛。却真的是还停替在2000多年前的差不多的环境里，所以很不忍，也看到了慈济人要去探看呐、啊、村内的生活。在村里面呢，你会看到有好多的小孩、哦、就这样子的，他就像打坐这样，一个手就拖着这样、哦、原来他们是在等看有没有游客、哦、就是把钱放在他们的手上。总是呢，人生啊，一直都在想的因缘吧，这样的环境里啊，如何能翻转呢？唯有菩萨出现在人间，菩萨走入苦难众生的环境中去，才能发心又愿力，那有起步，有步步踏实，深入苦难民间去。他们走进了村庄，去理解，在当地开始展开了如何帮助。我们要用什么方法，让村庄里妇女能有工作做，家里也可以做，刚好啦。这一两年来啦，因为有疫情，需要呢做口罩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走路啦，请他们做口罩。以
以工代赈的方式，那请他们裁剪，他们请缝制口罩。今年有这样的因缘吗？开始呢，接触了因缘，我们呢就开始因缘不可放弃。我就说，培养种子，看看呢能否有这样的发心理念，来了解慈济的精神，愿意投入。所以就会在那里，现在已经一段时间开课培训，也很感恩的，已经看见种子了，也可以呢供应给去的慈济人有住宿的地方。这就是因缘，那里有苦难，那因缘汇合了，慢慢的从外来的菩萨投入要接力的方式，好好的为你偶尔南毗尼地带的，我们要如何着手来规划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？这菩萨已经呢很成气候，大马莲心啊，新马合作啦、啊。也期待呢全球的慈济人共同为这一件事大家来关心。人多力量大，点滴点滴啦汇聚起来，就有力量去帮助。佛陀的故乡啊，如何让佛法正法的思想回归到尼泊尔去？在那里有个定型，有了团队，才能在那里起步，才能完成，把这一份呢回馈佛陀的故乡，这样的心愿呐、啊，才能实现人间。看到了，那中间的路呢，有水，有人愿意呢去泼酒泼针啊来探路，所以跟我们要去帮助人的道理是相通，小跟大的分别。我们点滴付出，其实呢汇聚大的力量，可以去帮助，没有这样的一块块砖铺，那就不知道能不能过去。道理都是一样，总而言之，要有人愿意的维护路好走，才能走过这一条菩萨道。这就是菩萨因缘走入苦难人间，苦难人间呢，都因为有菩萨而得救。
苦难人生，菩萨人间，这感恩慈济人啊，用真诚无私大爱为人间付出，我还是要说感恩，感恩时间的过去，成就了这样人间啊，成为菩萨，不断在铺路，延续未来，这都是大家都要花心力。